出牌，出牌！算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这小性，干嘛？来来来，来，这不回来回来打呀，接着打，谁都不许走啊啊！来，不，谁不许走？坐，坐，坐回来。打一会儿。不打吗？怎么了？我就好打个麻将，这是我的房子，端起着碗，受起着管，钱没挣来，脾气倒不小。这不是你妈，我就这贱命。 当个拼头都找不着个好主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赶紧玩去。麻烦麻烦，给脸色看。他刚出狱就过来找我，我刚从鞍山过来，他就死缠烂打追上来，我甩都甩不掉。没钱不一定没有好身体，对不对？哟。 那来让我看看你身体好不好呀？来来来来，打牌打牌打牌。抓牌啊！要点是这个内鬼有没有？什么范围？什么级别？是一个人还是一条线？ 从王建牺牲的情况分析，即便是有内鬼的话，他的能力也是有限的。我们要把这个怀疑面给他搞大，要让这个内鬼摸不着头脑，让他有充足的时间保持着目前这个状态，以使我们有充分的时间做准备。好，我现在就去布置。好，去。 局，打火机不错呀。那是，喜欢吗，王建？您不是说戒烟了吗？你小子，想要就别拐弯抹角了，拿去吧。 你昨晚说梦话了，躺床上，李丹，李丹，一个劲儿的叫。以后。 我要是再说梦话，你就打我的脸，狠狠的打。好。好。
那你说一个好女人嫁给你这么个男人，是不是有点儿白瞎了？可惜了，一辈子完蛋了，对吗？知道就好。那是你们老板。是。你给他干，他一个月给你多少钱？这跟你有关系吗？当然有关系。你想想，如果他让我在这当经理，我先得问好一个月多少钱吧。怎么意思啊？想闹事儿啊？邝总。祝哥，哎，邝总，来了。看见没有？你们老板认识我。上次你也在吧？嗯。我见义勇为，保护了你们老板的老婆，结果被打成这样。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找工作，找工作，你上职业介绍所。等等，你得告诉我职业介绍所在哪儿。我告诉你，我也想出人头地，穿上你这样的漂亮西装。嗯，我不想扫马路，也不想当停车场的收费员。不好意思，把你的衣服弄皱了。那就好好喝你的酒，别闹事儿。我告诉你，我就是来闹事儿的。我杨文斌怕过谁？啊？我还告诉你，我比你强。我敢为你们老板玩命，你敢吗？那天你们老板的女人受人欺负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嗯，周大经理，你是杨文斌？怎么了？王老板，那哥们非要见你，见你吧。啤酒好喝吗？
你还记得我上次跟你说的话吗？当然记得。我欠你的吗？我不是来要账的。那我干啥给你工作呀？因为你是菩萨心，而且需要我这样的人。你觉得你比他们强？当然。你好像记性还不太好，你再看看他们。不用看。那你敢跟他动手吗？敢。你打得过他吗？打得过打不过和敢不敢打不是一码事。方老板，这一套不行了。嗯，不行了。放心，这是假的。你找他钱干啥呀？谁敢保证这两个还是假的？高老板，你是不是看出了一点门道？啥门道？事情干大了，不一定动刀动枪，动脑子就可以。嗯。是不是很有意思？这就是有意思啊。你是不是需要这样的人？柱子，看这鬼头蛤蟆眼还挺能耍。你叫啥名字？杨文斌。杨文斌。这样，也就是说你不是这的老板。不是，我就是喜欢到这儿来看看小姑娘们跳舞，我看着她们高兴。原来是这样，那你的生意是什么？我开桑拿。看来我那个朋友没给我说清楚，只是说想挣钱啊就来找你。这个洗浴城保安，我要干保安的话也挣不了多少钱，要搓背的话，21个，100个是2000，再说也没有这么多背让我搓呀。啊，嗯，歌厅呢？啥呀？哎，你要打算跟我们老板干，过去谈谈。好啊，走。Thank you.
光临。 这就是杨文斌打过的电话，基本上都是打给他那个同居的女人。看来这小子在这儿还真没什么朋友。我那哥们老七打听的消息也没错，这家伙真就是冲这女人来的。他在案监狱，他都没啥消息？啊，老七的朋友正在打听着呢，估计很快就有消息了。 你觉得这小子人怎么样？现在看，胆儿也大，也够机灵，还是个不要命的主。哈哈，为啥找我呀？邝哥，你看您这个，在边陲这知名度和这社会地位，他不找你找谁呀？哎，可能还看上您仁义呢。仁义。不管怎么说。 我觉得这家伙还挺上道。喂，好，回见，好。 老七来电话说，杨文斌失踪了。还有人说他死了。还有人说他让道上人给埋了。准吗？这都不好说，谁也说不清楚。人我们都拿了，让他们查细了点。但是老七分析说呀，杨文斌肯定是死了，因为熟悉他那几个朋友。 都没有见过他，这小子是警察。希望他不是。你得给我打一电话，好，弄准确了，多给他加点钱。哎，他万一要不是杨文斌，怎么着？ 他也不是杨文斌做了的。黄老板，我这还有事儿。我一个哥们儿啊，
在里头待了好多年，这不刚出来吗？想找个事儿做。是鬼撂个实话吧，寇老板，这什么意思啊？那个叫杨文斌的，你是咋认识的？啥时候？在哪儿？你为啥把他介绍给我呀？你给谁干事啊？寇老板，我跟了你这么多年，这点轻重我还不知道。他能有什么背景啊？这老七的一个朋友给我介绍的。老七，啊，这个杨文斌呐，他进局子之前我就认识他，是吧？没错，撒一句谎，脑袋搬家。这个杨文斌呐，你别看他傻乎乎的，那打仗可是一把好手啊。哎。有什么情况？没有。那个老七在电话里提到一个叫杨文斌的人。他说什么？说这个人已经死了。什么时间来电话？不到一个小时吧。为什么不早报告？你在发高烧，我想。想个屁！赶紧把老七给我找到。是。我们干什么？行动！是是的。告诉我你谁呀？你到底什么意思？杨文斌死了，他咋能再跑我这儿来呢？我死了，那我是谁？他吗？这小子的嘴和骨头一样硬，就欠收拾。你骨头硬，我领教了，你扛打。但我想问你，你到底是谁？到我这嘎干啥玩意儿来了？我就是想找你混口饭吃。那好啊，那为啥冒名顶替呢？我冒名顶替谁呀？啊？你就没做着死的准备？我是来找你要口饭吃。你看不上我没关系，难道你还要杀我？天底下哪有这种道理啊！你这么虎的呢，我也见过，没福气收你啊。说实话吧，别硬撑了。我要是不知道你是冒名顶替，我干啥这么对你啊？我都已经决定要收你了，你咋看不明白呢？我是明白了，你一定不是做正经生意的人，没准还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，要不然你怎么会对我这么一个穷要饭的，啊，刨根问底的不放心呢？你是做贼心虚。你小子真是脑袋掉了嘴不软，
我这么跟你说吧，要真是警察呢，我不为难你，我给你一笔钱，你可以走，也算是见面礼。你要是一口咬定你就是杨文斌，那你今儿从这儿就走不出去了。怎么样？我想交你的警察朋友。我不是警察，我告诉你，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警察。要不是他们整我，我今天又不会落到这种地步。你脑子怎么就不开窍呢？我是正经的生意人，我又没什么把柄在警察手里头，我干啥跟你们警察过不去啊？你别你们的，我不是警察。啊，你又不是警察，又不是杨文斌，你到底谁啊？我就是杨文斌。好，那你就等着死吧。知道为啥不？因为杨文斌已经死了。人不可能死两回，我就是杀了你，也不能算杀人，是吧？姐，进屋站住！老三，开枪！告诉你，我就是杨文斌，我没有死。你要是杀了我，你就是杀人犯，你早晚也会被枪毙的。你不会真的要杀我吧？为啥不杀你呢？如果你认为我是杨文斌，是来找你混口饭吃的，你看不上我，也犯不着要杀我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认为我不是杨文斌，就像你说的，是警察派来的，是江湖上的仇人派来的，你要是杀了我，啊，他们能不来找你吗？他们能派我来，就能派别人来找你？哎，那个叫啥来着？就说鸭子死了想变鹅，还装大个的，啊，压下鹅蛋去了。不是，你要没这张嘴就活不了啊！我跟你说的就是这个理儿。但凡成功的人，他总得有一方面有过人的本事。我是佩服你，才想跟着你混。好鸟总得找棵好树吧？这词儿我还真听过，说叫啥玩意儿来着？啊，跟着凤凰飞是钝鸟。钝鸟。良禽择木而栖，说的就是好鸟要找棵好树的意思。嘿，你小子真是肉烂嘴不烂呢。老七，我刚才跟你说了，我这是给你机会。记住我说的话了吗？
给柱子打电话。狂哥，我他妈不是杨文斌，我他妈是谁？你告诉我。那我再问你一句，你是谁？狂哥，我就是杨文斌，我变成鬼还是杨文斌。杨文斌是死人了，他这小子也不是个活人呢，啊，不是呗？狂哥，狂哥，我们前世无缘，今世无仇，你放了我，从此我离你们远远的。行吧。还硬？没死啊？又有人看着他了？谁看见他了？上个月那个说是找他女朋友去，这回没有错吧？那没错，没错，千真万确。以后这种事儿啊，你一定搞准了再跟我说啊。不是那个，我不告诉你了吗？上回这个帮黑那个电话，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嘛。好了，没事，挂了。哎，我说对了，你们没把杨文斌咋地吧？差他妈一点是怎么地了？你这电话打的，行。哎，我说对了，这两天我可能去一趟海参崴。去多久？就两三天就回来。行，好，我这再说。好，好嘞。杨文斌怎么样？没事，没把他咋的。老徐啊，刚才子弹都擦到你的头皮了，你救了你自己一命，知道吗？黄哥决定把你收下了。松开，松开，松开。怎么了？让他跑步、外围啥的。松开。喂，啊，沈经理吗？我老唐。啊，唐总，我在车上接你呢。哈哈，啊，火车没赶上。对对对，我现在在高速收费口。嗯，什么？长河宾馆。好的好的，那一会儿见。嗯，就这样。去趟商场，他怎么就这样了？啊？啊，没事，您有空还得出去买身好点的啊。哎，
我正好去逛街，带他一块儿去吧。你先把原来的衣服换上，这出去太笑，笑死了。行，你跟我媳妇一块儿去，以后呢，她让你干啥你就干啥，是吧？你就是她保镖，知道吗？我能干保镖吗？我又不太会打。不用你打，有你那股子虎超的劲儿就行。会开车吗？会。这就够了，去换衣服吧。啊，走，哎，来，回来，把媳妇儿就交给你了。她要是有点闪失，不让你。光哥，还是让我跟着你吧，好吗？要么听话，要么走人，必须的。太太，你不下车吗？如果你知道给我开门的话。啊。过来。你看我漂亮吗？漂亮，当然漂亮。怎么样？谢谢太太。别叫太太了，太难听了。那叫什么呀？嗯，叫嫂子吧。嫂子，小嫂子。对我太好了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哼，你就别拍马屁了。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哪有几个说真话的？那我就不说了。想说什么呀？我是想说，我这一辈子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，这么贵的鞋，我这也都是为了自己呢。你说你跟个叫花子似的，出去还不是丢我的人吗？再说，上次你为我还挨了打，我应该感谢你才是。那事儿你还记得？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忘了？哎，对了，那天那个女人是你老婆吗？不是。那是女朋友，算是吧。嗯，同居吗？对。为什么不结婚呢？他对我那样，我敢结吗？倒也是，那天我看他还挺泼辣的，是不是你对他不够好呀？